人海之中遇见你，由邓超元、张西野等人所主演的都市情感剧。故事根据叶飞叶的小说《傲娇男神住我家99次说爱你》改编，由邓超元饰演了傲娇的集团总裁苏之念，为人冷漠洁癖，不近女色，带有超能力，与人接触后能读到对方当时的内心所想。张西野饰演了落魄的大集团千金宋青春，为了家族事业与童年阴影，男主苏之念签订了合约，并接受魔鬼般的训练，上演了一场苦不堪言却又甜如蜜糖的同居生活。今天的影片就介绍到这边，待该剧定档我们再另做介绍。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掌握更多的新剧资讯。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。